我小学四年级的一个自我介绍，上面我就发现说，哇靠，贴满了这个鸟的贴纸，哎，哎，这个很好笑、啊。他还问说我的兴趣是什么，然后上面写打球、打电脑、捏黏土、唱歌、说笑话、挂号，虽然都是冷的。哇哦！我靠！哎、欸，哇塞，命定论，我们从今天开始验证了一切。我小学四年级对我自己的认知就比现在还要深。你小学四年级认识的你自己，比你自己现在还认识的多。对啊，我现在不承认呢。我现在的兴趣是说笑话，而且挂号都是好笑的。我觉得我的小孩已经不是嫩婴了。他是老鹰，不是，没事没事，不愧是小学四年级，讲的不错，小学四年级讲的不错。